以前咧就好怕俾人影相啊，因為咧成日啲人同我講一二三笑嗰陣咧，我就會即刻咁樣擘起個嘴噶啦。直至有 friend 介紹我唔忍色美，我先知道咧，原來箍牙係唔係我想象中咁辛苦。我男朋友咧笑我啲牙唔齊啦，又話我係爸妹啦，第時結婚啲相一定好核突，所以我就決定去箍牙。我真的試過有一次，有個乘客很近咁樣不停望住我的牙齒，嗰刻我才發覺原來整齊的牙齒是很重要。咁喺咁重要的時候啊，梗係新娘要靚啦。咁對我嚟講咧，對兔仔牙冇咗咧就最好啦。咁當日我就可以笑得最開心、最自然啦。